看看，我今天要做一个麻辣海鲜锅，然后开始给它煮上啊。哇，来点料酒。咱们现在趁着煮海鲜的这个功夫，咱炒个料汁儿啊。辣椒肉，用我自己炒的好辣椒，这一块一勺酱。哇，甜汤。酱油，就放酱油，来点海星星就行，少放点盐。炒好了，咱们把这个料渣给它捞出来，料汁。盖盖再焖炸六分钟。哎，开始。咱今天拌海带丝儿啊，咱粉丝说宁宁，你就给我拌海带丝儿呗。放着你们喜欢吃青菜，我是平常爱吃黄瓜丝儿。胡萝卜丝儿，然后就放了蒜片、小米辣和香菜，这个配比很好。点的海蜇丝儿，牛姐在吃这个。海蜇丝儿，哇，牛姐在吃这个。少放点酱油，来点葱花，不用多放点。海蜇丝儿，我跟你说，最好的调料是啥？就是葱和海蜇丝。这两个调料一放，妥了，整个淘宝上的啊。来个三文鱼，我皮等级。喂。大孙子明白了，大孙子知道了。你想吃啊？还是单位鱼啊？那坐下吧，那坐下，三个就给他。懒人分类鱼，特别简单啊，而且还特别好吃。黑一片，还有一袋酸菜，一片吊汁儿。酸菜包，菜鱼啊，酸菜鱼，香菇吊汁儿。汤开了，咱就把这酸菜下啊，加个酸菜，闻闻味儿。然后你们可以下入自己喜欢配菜啊，我是喜欢吃木耳。金针菇，放点蒜片，好啊！啊，这鱼片赶紧包下里啊！下里之后煮个三四秒钟就好啊，这鱼片就完全老了。啊，正好滋溜溜的。来点干辣椒。头全都乱了，妈，到底要有多浪费了，再来一个苏锅鱼。
带鱼，还带丝儿。看到了，他今天想看什么？今天来俩酸带鱼啊！喝点啊！我都忍不住流口水了，这是。你也喝点啊！你坐吧。慢慢喝一下。你躺这儿。哎，到底今天花刀切的挺好啊。来一只大虾。哎呀，这个好。好，来一个。好不好你就说好哎再来够来快三个鱼哇我不想喝水了哎呀今天整个大圆的我今天掏冰箱还掏出圆的呢来你的高铁是这样来吧看我今天做的好不好来跟大家干杯